看我妈准备啥呢？整的挺齐全的吗？嗯，大蒜，还整点毛豆。毛豆。哎呀，生的。嗯，都到时候了。挺乱乎乱乎煮的。开烤呗。嗯，开烤了。开烤。这是那个那天的羊腿哈。对，羊腿肉。哎呀，这正半肥不瘦。今天给它吃掉。这是剩点羊肉串，辣椒我给它烤上，我先给它烤上呗。烤上呗。烤上就吃。对。羊肉串，妈，这就得来了辣椒，这辣椒给搞底下。这肉，这肉多嫩呢。硬货没舍得吃。对。是吗？嗯。烤的吃甜。能咬它吗？能吧。切还有别的呢，还有羊肉串呢。这个少切点吧，都切得了。能切能吃了吗？能。这仨人呢？仨人也不少啊。这个肉那个肉，那先不切了。还要劈梅再切。劈梅再切。都切碎了。哎，那这五花肉，那这烤肠。把这个蘸料哈，嗯，这辣椒你对的，来吧，这就那蘸料，嗯，切点点撒点得了，嗯，不和了，这好了。开窗户没事儿，我爸买糖蒜，嗯，我爸买糖蒜，还有蒜片，这还有不多。开我，开哥呀，嗯嗯，这家伙，嗨哈喽，我是胖妞，俺们今天那个打打二冰箱，吃点这个小烤肉，完了之后之前剩点羊肉串，一起哈，嗯，来顿大餐，开饭开饭，吃好喝好啊，大家。吃好喝好吗？这回家吃十块，可以吧？这家伙，这个就慢慢烤，先给羊肉串给它搂了。这不用单打的呀？啥呀？这个切那个。这用不用都行，我这图个省事儿。熟了，这都熟了吧？熟了，熟了，快尝尝。熟了。尝尝我那蘸料怎么样？啊、这小生的行啊，绝了！我妈上来就整个生的。嗯。你对着辣椒有点辣是吧？你爸吃有点辣吧？这里啊，这蘸料，二零。那我爸别蘸那个，他那里是那啥。少吃呗，行。那你多搞点那个啥花生的那个干料。嗯，你给我点大味儿。辣多了也行，不辣也不好吃。不是，我寻他不吃那干料吗？没寻他还吃这个。他们见啥都要高点呢。嗯。哎。嗯，我的蘸料挺香啊。嗯。我是在小红书上学的。小红书上干啥的？还有这玩意儿？有，很香，有点烧烤店那个味道。我爸就爱吃这胡巴儿。哎呦，这这香！来个糖蒜。这小屋也可吧？我啥时候买大房子都不在家吃，是吗？你肯定不到了。那咱也没装修，买过来就这样。那时候有钱放在大房子，那你要吃烧烤的话，还上这屋来。这搁这闲啊，专门吃烤肉的。那还剩过羊肉呢，你不够吃一会儿，这个切了。这个芝麻特别香，这芝麻是我爸炒的，
自个儿炒的。你自个儿炒的挺香。你卖怎么香？你卖个香。这个快好了。这就好了吗？嗯。是不是？好了。那可吧，我开的大火。嗯，一会儿又来那啥了，这咋就吃了？这咋口还可不吗？嗯，口够黄了。哎，对，整口啊，来，整口吧。来，这点酒，往里边整口。这点酒吃这个菜，白虾的菜。白虾菜。我也没吃别人肚子去，他怎么能白瞎吃呢？哎呦呵，太好，足够了。要剩的吗？一会儿我再整。那你可别整了。你看，换五个，还有五个呢。哎呀妈！再烤下一波。嗯。这是生肉完了，你烤熟的。什么肉啊？熟啊。然后呢？这么熟了吗？这边给他来点五花肉。肉行了吗？嗯，羊肉行了。那五花肉再烤一会儿。我妈说行了，那就肯定是行了。那你烤硬了，那不是行吗？嗯。哎呀，来这个好玩吗？嗯，这小大片，这个再来一块两块。这个不要不要。两块。我可不要那些，不要不要不要。一片一片吃，吃两片，你腿能高吗？两片吃的香。两片你还得用生的呢。我尝尝就尝。看着好吃。哇。熟，咱这嘎没有卖苏子叶的哈。嗯。你都说苏子叶好，哪天咱尝点苏子叶。没有卖的，除非网上，再去烧烤店有。嗯。那玩意不好吃。不好吃啊。苏子叶啊。那好吃。苏子叶，咱们老家那边的。我吃过那玩意儿，不敢喂。我对这个料是这种有点甜，是不是？嗯。人家告诉的放白糖，我就放点白糖，哎，有点甜，味儿还挺好。嗯，这个料不是烧烤店的料，差不多。这玩意儿，你说不搞点生菜，还像不好，不行的。搞点葱能吃进去。嗯。嗯，来点大蒜。今天是我爸买的大白熊。我买的。我妈买上。我这有呢。你妈买的。行了。你妈买的买比我这个好的。得买那大黑皮。得我大黑。这一罐气儿。吃火锅好像也能吃两三回。嗯。两回使不了。但是第三回好像还不咋够。嗯。俺们吃的慢，俺们。嗯，你一般吃快就行。嗯。咱们家吃啥玩意儿贼拿慢。你不也吃点酒吗？这么好的菜，你单吃。哼。对吧？你问他干啥？他吃呢，我就饿得吃饱了。那怎么喝？哎呀，这家吃的。这都烤好了，盖点蘑菇的，今天唯一的一个蔬菜，是吧？这回咋不整那带碗儿的了呢？那个，嗯，那个爸，我爸没舍得买，那个多贵呀、啊，这个多便宜啊！带碗儿那是啥蘑菇呀？你知道吗？
那多大鱼呢？那是小，那不是那什么吗？那是白蘑，口蘑，那个一盒就好，就6-7块钱。那我那次你这一个蘑菇花多少钱？这能有多少钱呀？2块钱都吃不了。在蘑菇当中它是最贱的。来呀、啊，那次我买的是那个带碗的。那你买还了得了？你这买好了，你说了算，敢花钱的，我说了不算，不敢花。那钱都搁你那块高子，你还都往回报不上账呢。你跟谁报账了？这一天怎么没看着你报账呢？那你对不上账呢。哎，这烤糊巴的，好吗？这是粉皮儿。这家伙，我尝尝这蘑菇。蘑菇熟了吗？熟了。吃个枣。你爸不吃的吗？瞧我一会儿睡着了不吭吃咋的好啊这边还有用的你要用吧不要我这肠够了我吃一个肠就完事儿了别的啥也不要了这肠你看烤的不好吃我把它熟吗熟了什么了嗯这来吧给你买上没买上啊今天你不要了今天控制的很好后来剩一块又总监说不让切了就没切要切了也吃了是吧吃就吃了吃饱得了呗这一家人总得有一个说停止的你就是按暂停键的那一个吗是不是、啊？你们俩是嫩那个前进那个那个酱的呢？你是后退的。你一个说了算。咱俩就停止婚姻吧，对吧？嗯，我这就是直拿打哪的。让你拿袋儿，你拿袋儿，你拿2维码，你拿什么？那你看我昨天不差钱，你打高工地你就打个零。打零一天，你要是。你俩现在是对半劈在紧上是这意思不吗嗯你要是扫码的哎就是归我爸你要是那个现金的就归我妈那归他也不能找现金从来都不能归我我不识数不会查人你妈到咱们小兜里头人家那钱啥的真可板正了有一天我妈啥呀抵的钱是500拿走500块钱回来查505卖5块钱这家就走前就拿多了拿少了拿少了过去那咱就讲的都算男的比一个算男的没有电脑啥的嗯必须拉成渣的你啥玩意都得整清楚都得有表啊到时候你表往人家交那今年没计算机不就搞算盘子打了都往算盘打了是吧对呀、啊、打算盘子哎呀这花生上这样吃这是一礼拜杀这是嗯一礼杀白啊一礼杀白呀吃啥呀一礼拜啥大白啥啊大白啥嗯、下雨了，你看，下雨没天不好，能出点儿的。你可拉倒吧，下不大，没下雨，人家空调就是谁家打空调了？谁家开空调？吃咋样，厨师长？哎呀，我是饱了，干杯了，整的挺饱。嗯，干杯，跟大家干杯，干杯，干杯。哎呀。整的不错今天每餐一顿明天吃点那个素的今天明天不吃肉了关键是给我妈补一补我妈最近辛苦给我补一补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支持明天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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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